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为我们解说什么是功德的我的第二层次，也就是这种人呢，他的功德是越做越大，那么不以现在的社会为满足，他还是为一切的众生来奉献来服务，那么他是一个清净的不求回馈的功德越做越大的我。但是师父告诉我们说，这样的我还不是最高层次，那么更高层次的我又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，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第二层次的功德的我，我觉得已经是功德无量了。那师父说这还不是最高层次，那还有更上面的层次吗？其实呢，最高的是最好做的啊。真的吗？我们都没听到什么大智若愚，这个最大的人物啊，可能呢他是能屈能伸，能大能小，有非常大的弹性，不拘一格，这个可以放可以收。那么像这样子的人呢，应该就是呢最高的我啊，最高的我是不拘一格的我，不拘形，可以说是不拘形式，不拘形式，而且不拘规格，不拘善恶，不拘好坏，没有善恶，没有好坏，对，这个他是欲善则善，欲恶则恶，不是，他在善的地方也去，恶的地方也去，是，但是对他来讲啊，一点妨碍都没有，做尽一切善事，他没觉得他做了什么善事。看到人家做恶事，他心里头也不会那么说嫉恶如仇，但是他自己不会做恶事，他不会受到那个善恶好坏的任何影响，就是跳脱于这样的相对观念之外了吗？对，跳脱于相对观念之外，这个一般的人说要做大人物，要做大善事，要做大菩萨，要做大好人，这一些呢都还是相对的，但是真最高的层次的这个我，真正那个正叫做无我、也可以说是最究竟的我，最彻底的我，那也可以说它是根本这个我啊。我们讲的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毁灭了的，什么东西没有了的，什么东西不存在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很多人讲无我等于说什么都不存在，这个我就是在我们宇宙之中消失了，在时间空间之中不见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真正的佛法讲的无，这个最高的我或者是无我啊，这真正的叫做正我。这正我是啊，不仅仅是放诸于四海皆准，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的环境之中啊，它不会受到这个约束和影响，升起啊欢喜心或者是烦恼心，不会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就都是那么自然的啊，因此呢，就是很自在了，很自在的超脱。对，因此我曾经跟人讲过这样的比喻啊，也可以讲事实啊，那就是说，如果现在你的前面有座山，你要不要爬？不爬过去不行。你退路没有路可退的。可是山上这个问题很多。那第一，你走可能还有路，然后呢路不见了，没有路怎么办？没有路要开路啊。没有路要开路，结果呢你开到最后啊是悬崖峭壁，前面没有路。你开也没有办法再开了，也就是说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怎么办？人转，往后退，这是刚才走回来的，往后退嘛，往后退的路也没有了，那也就是说路也不转，人也没有办法转过来，那怎么办？叫心转。心转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面对这个现实，那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了，那就只有面对这个事实。这个面对这个事实怎么样？接受它呢？接受它
那就是 不要考虑到生死存亡的问题，都要再考虑到这个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个就是结果了已经了，那还有什么结果？那就是面对它。因此呢，我们叫面对它，接受它。如果一没有办法处理，那就等于是放下了。所以是人是啊，这个往往是很奇妙的，在绝望的完全绝望的情况下，你在那边等一等，休息一下，就在那边不要太急，哎，说不定呢，你在这个悬崖峭壁下边呢，还可以怎么样子想办法走出一条路来的。非死不可的时候，你急也没有用，你这个忧愁也没用，恐惧也没用，那就不必吧，就死了。那因此呢，这个的我啊，就是可以的，生说可以左右逢源，好坏逢源，这个大小逢源，都是左右逢源。那这个时候的我是最高的、最高级的我。那我们讲的自在、大自在、绝对的自在的这个我，这个就叫做真正叫做无我。是，可是，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，会觉得说，这样的层次会比像一个菩萨一样去这个为众生服务层次还高吗？是高，因为菩萨是还要努力，还要努力，还要努力。这个佛的这个层次呢？所以这最后就是佛的层次。佛的层次呢？佛的层次，他不需要有这么做什么努力，但是呢，环境需要他努力，能够有机会让他努力，条件让他努力，他是顺着环境的，他是顺大也顺小，顺有也顺无，那是超越于啊有无大小好坏，这个是啊，这是真正的我。我们一般众生也有机会能够做到。如果能够学习的话，模仿一点点也很好。你在很有机会叫你很有机会的时候，你也不觉得不得了，但是呢你要顺着这个机会，没有机会的时候，那你也没说不得了，就是就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在那里，你心里都始终是这愉快的快乐的，才真正的快乐，是这是快乐的我。是，谢谢师父的开示。那么师父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快乐的我听起来境界很高，却也不是那么难的做到，我们如果能够效法一点，对我们来讲就可以帮助很大。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